北椰蛋城的那个，那个好漂亮。他本来要剪的，结果他到半夜睡。哎，他真的有时候太乱了，对吧？有点痛。啊，他怎么？他中了。他梦到了，他梦到了。我梦到了。我昨天晚上流鼻血一袋。拿你们的那个，那不都煮完了？没关系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点！不要，我不要吃，不要，温饱哎，冰还热啦，都帮你们拿了，你还说不要？热的啦，汤圆、红豆汤圆，快点，小乔去拿，拿碗，拿碗，不然怎么吃？快，来你们抬头往上看。告诉你猎物座三个星星连在一起，你看，你看这个有三颗星星，猎物座是它的腰带，对，你们看到这边有三颗星星，你看到，这是它的肩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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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的头在这里，啊，有四个肩膀，对，那肩膀，肩膀，膝盖，膝盖，有没有？这一颗叫什么星？那个你知道？天狼星，这叫天狼星，对不对？这叫天狼星。这叫生锈室，这个叫做南河山。阿伯，我们都知道。这三颗叫做什么？冬季。叫冬季的大山脚。那个大大山脚是月亮。阿伯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都去天文台。因为我们都去天文台。Okay, 你看，最主要是猎物。啊，那个天蝎座，我们就去天文台看。天蝎座边看不到，会不会太热？天蝎座看不到。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猎物座。那个大大的叫月亮。啊，这三颗叫什么？好，小乔要吃的呀，坐着腰带。因为我们都去南音天文馆，然后播电影的时候，它前面都会放。用那一个汤表用。哦，你要大机啊？我揣无大机。不能射眼睛。哇！哎！哇哇！为什么可以射那么远呢？来，不能射别人，不要射别人。不能玩，射别人，直接很好。哇！对。什么？我真的是不一样，一条绿线哎，没色的。来，冬季大三角是哪三颗？三颗。来，那一颗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南河山。南河山的，这颗生锈。然后呢？然后这颗什么？天。天狼星。天狼星，然后那一颗最近三角吧。这一颗什么那个？不会这对啊，所以就是。坐着嘛，对对，放那边嘛。哎，爸爸，你不觉得那个上面那个星球是很像，照人哦，很像火星吗？不能照人哦，太小布。你只能照星星哦。来，换姐姐要。那边有个开，按下去。等等看月亮。